想当董事局啊，重点是能不是以那个在地我们广大在地也已经是三十年了，今年也迈进去三十年了，那我们能够这样顺利的走下去，很感恩的。那我们当然就是要做一些回馈嘛，那在地的人。那我们怎么去帮他们？帮他们洗澡也是，帮他们做事。让他们自力更生，哎，可以自，就是机器给他们的，我们教他怎么去操作，然后怎么去贩卖，这些的话，其实我们都是慢慢的，一步一步的教他们起来。那现在他们做起来了，他们自信心提高起来。就觉得说，对，是在地一个企业的一个信仰。